妈妈间比较无止境，就连这个都要赢。我也是奶妈，我奶超多，是自然产，过一两天随便挤都280-300，然后我就进了月子中心，然后月子中心的护士也很会帮忙，其实我随便挤一挤就是600。那他们还有月子中心妈妈的奶量排名，是都在前三名徘徊，不是，是永远的第一名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